喺三嘅位置，系咪到啊？一二三，喺三嘅位置，用核心压放。大家好，又是我 Coach Fui 啦。啱啱讲完嗰个走篮，即系上一集啦，讲走篮上翻错误，有冇翻到去练到咩叫核心跑同重心跑？嗱，你一定要 feel 到嘅。再提多次，大家核心跑好似你行路咁，你行第一步，你会唔会咁行先？重心中前往前行先？你应该唔会嘅，你应该系咁行噶嘛，系咪？你咪就系用只后脚。向前咯，你个人重心咪直咯，明唔明白？你咪直咯。当你有呢个向下嘅压力，核心压落去嘅时候，脚向前弹，你个人重心就会直，而你更容易去控制。今日我哋就会练呢个核心 floater， 核心 floater 必定要做到啱啱我讲嘅呢一个步。好啦，首先我哋必须要知道咧 ，floater 点解我哋咁容易去炒粉或者咁难控制嘅呢？因为你用重心，重心即系咩呢？你中前去跑，然后去放，你个波 90% 你都会掉咗落块板度嘅。试球睇下 ，floater 认真 fall， 正常 fall。啊，好嘢啊！打臉啊！呢啲就係叫係咪好波？係要你示範喺錯嘅時候啱，要你啱嘅時候就整啲錯嘅出嚟。OK， 嗱，大部分人會變成咁，我示範啦。OK， 錯誤就係、是、當你一過嘅時候，然後跳起放，喂，唔好差啲入埋，黐線！你會衝得好痕嘅，你會好向前衝，好向前衝之下咧，你個重心都往前啊嘛，係咪？當你攞翻嘅波嘅時候咧。你因為挺唔翻起個人咧，你就會變成咁樣向前推個波，你就會撞到塊板啦。係都入冇計啊，咁就係咪？咁你就咁陣間我示範，通常都炒噶啦嚇。OK， 我哋就係咁樣，所以因為重心往前拉唔翻起個人，所以你咪往前掉咗出去咯。第二，有好多人 floater 咧用咗膊頭力，即使咧佢真係當自己打 NBA 咁樣咧。掉到咁高咧，冇需要咁掉啊！你都遇唔到一个咁高嘅中锋啊！就算打 NBA 嗰班人，其实都冇掉到咁高啊，系咪？我哋想象咗过笼，用咗膊头力嘅波，无论投篮，无论你走篮，一用膊头力咧，好难、好难、好难控制个波嘅，明唔明白？我哋记住要用前臂，用前臂。90度向上伸直，当你的前臂向上放的时候，你会见到个波就会直线落翻嚟，你先会容易控制。嗱，我哋要核心 floater 就是记住，你可以试一下嘅。如果你向前踏第一步咧，你重心就往前噶啦。你试一下就是压压嘅时候，你会弹起，不是跳起啊，是压弹。呢个就是核心的力量，压放松它会弹上嚟嘅。我哋就系压弹，右左脚向前、向后，唔好意思，讲得唔清楚啊！再讲多次，我哋记住就系压左脚向后弯，比右脚向前第一步，你个人会系直嘅，因为一只脚后，一只脚前。人就在中间，重心就会在中间，明白？一二前臂放，向上放，明唔明白？
盡量記住一點就是個波，我哋用左腳跳，波擺翻喺右邊，明唔明白？望清楚你要傳波嘅位置，記住 ，footer 同射籃都係傳波，哎，炒咗添，傳得渣。我哋一定要好清楚，我哋係 pass 個波，我哋係要笠個波俾個框，明唔明白？笠埋去，嘿，入翻球先，明唔明白？明唔明白？都話噶啦。亂掉都入，正常示範就炒的了。壓一二前臂放，明唔明白？用前臂放 ，O 唔 OK？ 阿豪試下咯 ，CM 試下咯，拍多咗下啦，係咪啊？明唔明白？你嚟到呢度就唔使 footer 啦，阿豪。係啊，到呢度咯，入樽都嚴近啦，明唔明啊？我哋咧三分線已經起步攞起個波噶啦，明白 ？Go， 有少少扯前咗自己，所以個波咧去咗前邊。唔係嗱，太細啦呢一步，睇住，我哋咧壓呢只腳係要用力嘅。彈自己出去，不是右腳向前，你右腳一向前，你重心扯咗前噶啦。我哋彈出去，系啊，明唔明白？掹自己出去。高压，系啦 ，good ball， 前臂向上，向咗前拱，系 good， 好靓啊，豪，呢球咪放得好靓咯。明白，出嚟試下咯。Good， 前臂放有少少向咗前推，前臂九十度。Good ball， 阿豪，哎，呢球都好靚噶啦，其實。係啊，一二前臂 ，good shot， 啊，爭啲。再嚟拍波，壓彈，唔得啦呢一下，有少少衝咗前，反而衝咗前，個力量唔得，向咗前掉。記住，我哋咧向前嘅同時。一二跳起的时候顺势一起放，明唔明白？压弹一起放，明唔明白？是一起放，很 smooth 嘅，很柔顺嘅。唔好用手力放，唔好腾空放，记住压一二跟住一起放。我哋最主要用嗰个系脚嘅力量，而唔系手嘅力量。明唔明白？试多球啊 ！Good， 好靓啊！系 good ball， 好啦，嗱，大家个波都开始冇撞板，冇往前啦。咁啊，做個難少少嘅咯。難係咩呢？就係、是、你真係拍住個波向前嘅時候，點樣突然間轉核心？你啱啱上一集你係做唔到呢樣嘢啊！睇住，我哋向前拍嘅時候，重心往前嘅，係咪？重心往前嘅時候，呢下壓落去，我哋就係往前拍嘅時候，個波你試下俾個波高少少先。初學嘅時候咧，你呢度係容易壓啲嘅。明唔明白？我哋推，然后压一二放，明唔明白？明白，走多球，唔好意思啊，挂住讲。OK， 当我冲嘅时候，我哋冲压放，明唔明？
明唔明？信唔信？明唔明白？第一樣嘢再睇多次 ，push 個波落地下 ，OK， 推壓放。系啊，推压嗱，你即刻个人直翻晒嘅，试下。嗱，好夹硬，但系系 work 噶吓。你都直咗啊！你是停了一下你未 smooth 的但是要练的真的其实挺难的一样东西但是是 good 向上不是很收到的人不是看住我们推向前你压呢压的时候呢你不用真的按个波顶在这里的嘛你压的时候我推着前你可以 keep 这个角度一樣的向前而已你的壓力向下手向前推明不明白我們就是這樣推壓放再睇多次，我再中低啲，睇住。當我哋中到咁低嘅時候，壓我哋會彈翻起嘅。睇唔睇到？試下。哎，啊，起翻啦！啊！真的抬頭了，唔得啊！太近籃底啊！這個唔係 full tie 噶。哎嗱，哎，其實個 motion 係靚嘅，係拉得翻起嘅。再嚟多球，再嚟繼續試下，試多次。好，記住，我哋用 push dribble， 唔好用個碗啊 ，CM 唔好攞個碗壓落地下，唔會彈上嚟嘅。記住 push。是啦你 push 的时候呢个波经过地下它在空中会浮的。你直接是这样的一二三。在三的位置看到一二三在三的位置用核心压放。明不明白在三的位置压放。来试试。唔好咁快接住个波阿豪推上推前啲先。係啦明唔明白係 good 啦 CM! 啊好啊呢球你咪定返啲囉。再嚟向前推。唔係喺咁样记住我哋 push, 嚟到呢下核心放。明唔明白哎你咪收咗囉。收停咗但係你个人执咗咋嘛你见到你跳起之后又转身啊。这个就是传统酒篮炒粉的那个技巧明白吗是 good, 不要这下用我膊头推了出去前臂 smooth 向上的 go, 是 perfect!
Perfect 啊，侯思欣繼續。挨入到 OK， 用咗手指，記住我哋用手掌推出去，直上直落，明唔明白？好 time，CM time 啊！唔係好奇怪，係好鬼奇怪，係啦 ，OK， 因為今日又係唔得，睇住波，係啦。推压 Fota 大钟是不是大钟啊好今日